第二个银行。因为你现在呢，就说这个诈骗团伙诈骗成功之后，他必须要通过银行的金融机构把这钱取走。什么概念？一般来说，一次这个电信诈骗，他那个诈骗账户他都会告诉你往我这个账户里汇钱，很多人往上汇钱。诈骗账户有个特点，他往往不是一个人受骗呢，经常几百上千的人往这账户里汇钱。那么你银行监控一个账户突然出现异常情况，这么多人往这账户汇钱，这个账户有问题，银行就应该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。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，往往这些钱都是单向流动的，都往这汇，这个账户不可能把钱再往别的账户汇，就我再给你退回去或者分别的地方，不可能。所以它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多频次的，额度不大但是频次很勤，几百上千人往过汇；第二个是单向性的，就是往您汇不往出出。应该说这点来说，银行监管是一点不成问题的。就首先它能把犯罪的这个账户给控制住，因为诈骗账户存在之后，大量的钱进来了，怎么取走呢？它需要办银行卡才能取走，需要化整为零，要在一个部门取走太扎眼。比方说诈骗了400万，在一个地方一下取400万，这多显眼。他会，犯罪分子很聪明，会采取什么方式？我办几百张卡，然后分散到各个地方，有国内有国外的各个地方，把这钱分期分批取走。那么他必然要多办银行卡。那么银行呢，办银行卡有利益冲动，所以银行首先呢，犯罪分子愿意多办银行卡啊，这一边呢，银行愿意多发银行卡。再有非常重要一点呢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诈骗团伙在台湾诈骗了3800万人民币，结果这个团伙呢，为了能取走这些钱呢，办了3607张银行卡。那么凡是办的银联银行卡，如果在中国境外，比方说从那个柜员机上取钱，每取10000块钱手续费是100块钱，就说他取走3800万人民币的钱，光手续费就得刷38万，这38万谁得了？银行得了。所以银行本身提手续费，尤其是境外提款的手续费。还有的呢，你诈骗之后呢，比方说公安机关要发现了，赶紧冻结账户资金，冻结账户资金之后呢，一时半会儿找不着犯罪嫌疑人，抓不着，那破案率也低。那么这钱放在哪儿呢？往往在没有结论之前先放在银行里。公安部门就讲，光福建省内银行就这样的，还现在还没有破的案，资金搁银行里就有几千万。所以我说，无论银行部门还是运营商，这种事情我认为应该强制的下命令让他尽这方面义务，因为你这是公益部门，你要肩负着很多社会责任的。所以我刚才说，运营商，电信运营商和这个银行，这是抓准海外电信诈骗的最最重要的原因，关键所在。而且同时搞手机实名制呢，还有这么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。这问题你比方说，你不一定就真能管得住。